中国有一句俗话啊，百闻不如一见。在前不久啊，我们召开的第三届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上，来自近40个国家的130多位政要及媒体记者，纷纷表示，西藏之行是一次难忘的经历，群众笑脸是执政兴业最好的晴雨表。好多这个外国使节啊，外国记者啊，政要啊，到我们林芝啊，走村入户啊，看到我们老百姓的住房，老百姓的这个现代化的这种家电的使用啊，还有啊，这个老百姓啊，感到幸福生活的这种洋溢的表情。他们说啊，他们和国外听到的宣传啊是大相径庭啊，看到的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他们呼吁大家不要被虚假的宣传所蒙蔽啊，要亲自前往西藏去看一看，体验体验。相知无远近，万里尚为邻。我们诚邀各位朋友亲身到西藏，体验自然风光之美、民族风情之美、团结和谐之美、开拓奋进之美，把社会主义新西藏全方位、多角度、客观而真实的介绍给世界。